呢演唱了好多好多歌，然后特别带了两位乐手老师，谢谢啦，超有诚意的，掌声鼓励鼓励。那么等一下呢要准备帮大家签名，然后在签名之前呢，我们先让呢曹昱铭可以先下台来整理一下下，等一下再邀请你上来。谢谢大家，好，